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《国宝档案》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人们常说“伴君如伴虎”，在皇帝身边一不小心说错话，就可能脑袋搬家。可是，在北宋一朝就诞生了这么一批大臣，他们天不怕地不怕，敢跟皇帝争高下。您瞧，寇准寇大人，他这倔脾气啊，已经把皇帝气得不行了。中国宋太宗时期的一天，员外郎寇准正在金銮殿上执沉石壁，因为说话太猛，皇帝明显不高兴了。寇准却越说越起劲儿，皇帝忍无可忍，气得拍案而起，转身就要拂袖而去。就在这时，寇准眼疾手快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扯住皇帝的衣角，说道：“请皇上决其事，然后退。”意思是说，您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，得让我把话说明白，给个决断才能走。寇准的这一举动把大臣们都惊呆了，瞬间大殿上鸦雀无声。静默中，皇帝扯了扯衣角，终于拗不过寇准的倔脾气，负气地坐回了龙椅上。其实这已经不是寇准第一次犯言直谏了。作为朝中最年轻的官员，寇准脾气倔，性子直，多次言辞激烈地批评弊政，让皇帝颜面扫地，气恨交织。可是这一次，寇准居然不顾君臣礼仪，去跟皇帝拉拉扯扯，这别人看来真是胆大包天。宋太祖时期，有一次宰相赵普上书说某人按例该升迁了，可宋太祖因为反感这名官员没有批准。第二天赵普再次提出，仍未获准。第三天赵普依旧奏请时，宋太祖龙颜震怒，把赵普的奏章撕得粉碎，扔到地上，气愤地说：你有完没完？朕就是不迁此人的官职，你又能如何？这事儿若是换了别人，早就吓得心惊肉跳了。可赵普面不改色，慢慢捡起地上的奏章碎片，心平气和地回答：行赏乃天下之行赏，非陛下一人之行赏，岂能因陛下喜怒而独专？意思是说，行赏本是国法，岂能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呢？宋太祖气得起身离座，转身进入内宫，赵普紧随其后，倔强地站在宫门前，谁劝都不走，直到宋太祖同意了他的奏请才离去。宋仁宗时期的包青天包拯也是个犟脾气，他担任谏院长官时，专门负责弹劾大臣。有一次，宋仁宗想提拔自己的老丈人张尧佐，包拯认为张尧佐资质平庸，不堪大任，于是一次次上书弹劾张尧佐。看到皇帝无动于衷，他当堂就跟皇帝辩论起来，由于情绪激动，竟将唾沫星子喷了皇帝一脸。
王安石更是性格执拗，人称拗相公。他说话做事从来都是直来直去，不会看人脸色，即便在上司面前也是我行我素。刚入官场时，王安石被派到专管马政的群牧司做了一名判官，他的顶头上司是包拯，同事是司马光。有一年春天，群牧司的牡丹花开得分外鲜艳，包拯看了也不免喜欢，于是置了酒席，邀请同僚们一起饮酒赏花。期间包拯频频举杯劝酒，就连平常滴酒不沾的人也勉强喝了几杯，唯独王安石倔强，无论怎么劝都坚决不喝。好在包拯还算大度，见他态度坚决，也就不再勉强。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书要求变法，说话一点都不客气，除非实行变法，否则不接受任何官职。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，两个人水火不相容，争执得很厉害。对于司马光的犟脾气，苏东坡深有体会。有一天，苏东坡与司马光讨论政事，两个人意见不合，争论起来。苏东坡出于对司马光的尊重，一直保持着毕恭毕敬的态度，回到家里才脱帽解带，跺着脚高喊：“司马牛，司马牛！”其实啊，五十步笑百步，苏东坡也是个犟脾气，皇帝不爱听什么，他偏说什么。有人戏说呀，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东坡这三大文豪凑在一起，再加上包青天、包拯，称得上是北宋的犟脾气四人组了。您看这些北宋大臣，人人都是犟脾气，他们如此任性地顶撞皇帝，难道就不怕皇帝一怒之下要了他们的命吗？在一些影视剧中，常常会看到一些大臣因为惹恼了皇帝被拉出去砍头的情景。其实查阅史料可知，北宋时期很少发生皇帝一怒之下就砍大臣脑袋的事情。有一次，一名转运使因为用兵不力，惹得神宗皇帝大怒，打算将他处死。可是宰相蔡确却反对说：“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。”宋神宗于是让步说：“不杀也罢，那就给他脸上刺字，发配到穷山恶水之地吧。”谁知即使这样，门下侍郎张敦也不同意，说：“若这样，还不如杀了他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”宋神宗喟然长叹道：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。”没想到张敦悠悠地回道：“快意事不做的也好。”宋朝皇帝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做件痛快事儿呢？原来早在立国之初，宋太祖赵匡胤就刻了一块誓碑，誓碑中宋太祖明确规定，后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，平日里誓碑锁在密室里，用黄幔布遮盖着，每当有新皇帝继位，朝拜完太庙之后，新皇帝就会打开密室默诵誓词。由于年代久远，誓碑已无处可寻，但誓碑中的内容却被记录在册。有了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誓言，也就催生了很多敢于直言、恪尽职守的直臣和谏臣。事实上，虽然北宋官员直言上谏，很少有性命之忧，却也绝不是毫无风险。也有一些大臣因此被贬职、罚俸，或是流放到蛮荒之地，但他们绝不因此胆怯和后悔。
宋仁宗时期曾以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范仲淹，有一次因为刘太后独揽大权，直言上谏，奏请太后还政。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做，他回答道：我的官职很小，俸禄也不算多，如果我坐食禄米，不去为国为民着想，那和专门糟蹋粮食的蝗虫又有什么区别？范仲淹的慷慨之词道出了许多刚直大臣的心声。开封府复原有一块开封府题铭记碑，原碑珍藏在开封博物馆，碑上雕刻着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包拯等历任开封府尹的名字，其中尤以包拯最受人敬重，他的名字被一遍遍抚摸，年深日久竟成了一个凹坑。有人或许会问，这些北宋大臣人人都是犟脾气，皇帝受得了吗？事实上，宋代皇帝经常被这些大臣气得面红耳赤，但冷静下来，他们认识到有一样东西比皇权更大。据北宋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，有一次宋太祖问宰相赵普：天下何物最大？赵普想了想回答道：道理最大。宋太祖听后很高兴，非常认同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帝后像，可以让我们看到宋太祖、宋太宗、宋仁宗等皇帝的面貌，他们衣帽简洁，远没有明清皇帝的华丽富贵。他们也许偶尔会像宋神宗那样感叹做不得快意事，可大多数时候他们在道理的约束下懂得向大臣们示弱。那天在大殿之上，年轻的寇准因为言语尖锐而激怒皇帝，并任性地拉扯住皇帝的衣角后，皇帝对他的态度如何呢？这件事儿很突然，宋太宗反而消了气，表扬了一句：真得寇准有文皇得为政。当年的寇准年轻气盛，也就20多岁，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，让宋太宗极为欣赏，觉得这个年轻人难能可贵，欣慰地将他比作唐代的名臣魏征，并说寇准公平，堪当大用。寇准初入官场就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评价，更坚定了报效国家之心。